49日之内入侵异世法，你就会遭到反噬。 雨神大人，快说快说，龙王妃在行雨区做什么？龙王化作龙形在天上，他是想要干什么？我这不是才问吗？不清楚，我带我的手下观察他好一阵子，他就老大一条龙，动也不动的搁在那。这冲动的家伙，不是跟他说过，幽灵力化会真身，是会遭受反噬的吗？我猜他一定是打什么坏心眼儿。 想找机会跟让我行雨，雨神莫担忧。龙王要是干扰你行雨，恐怕会直接登门拜访，而非现在这种举动。嗯，那他总不可能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飞到天上看风景吧？这么做，一定有什么目的。若我猜的没错，他应该是在帮谁挡雨？帮忙挡雨？好啊，我让雨下得再大点儿。 你说过，你最希望看到星雪月了。刚才是你吗？下回别淋雨等我。 我将军府不缺雨伞。在49日之内入侵异世法，你就会遭到反噬。 虚弱，你是不是又滥用灵力遭反噬了？安静一点。哎呀，龙王啊，龙王，你别再滥用灵力了。辰月那边谁害他，我会看着。你看看你现在。